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，强行叫醒沉睡中的老虎。这里是泰国巴堤亚的老虎，在这边你可以搭乘游园车安稳地看老虎。这男人叫大壮，90公斤的他买了小老虎的体验券，他没想到眼前的小老虎也是90公斤，他只能强装镇定地帮老虎按摩。他又重新买了最小老虎的票，才见到他认知中的小老虎。大家如果来泰国巴堤亚旅游，没出意外想出意外的话，就别错过这个老虎园。